这是在马来西亚机场，天未亮，27位仁义会志工已经准备出发，前往菲律宾纳卯市协助义诊活动。菲律宾第一次，2002年去菲律宾义诊，现在14年了，今天啊又菲律宾义诊的地方，我也很期待。Of the life vest from the aircraft.同样在菲律宾、马尼拉、都鲁万、宿务、三宝爷，还有台湾参与义诊的慈济志工也已经陆续抵达。这是慈济在纳卯市首次举办大型义诊活动，除了3国7地慈济人共同合作，当地也有志工主动投入。14岁的西亚拉下星期就要过生日，这是他送给自己的礼物。Mas nangangailangan po kasi naman po magbakasyon ako wherein kung magbabakasyon ako ano po gagasto kami ng malaking pera tas wherein kung sasali naman ako dito magbo-volunteer makatutulong makatulong pa ako na ibang tao. 现场等待的病患都是即将进行眼科手术，特地提早一天来做健康检查。高级中高级中哦，侬差不多挂靠60几个病人咯。侬个看差不多要到200几个病人，他们的心情是迫不及待。在当地，手术费就要飞币上万元，穷人根本付不起。也因此，玛丽安诺两眼看不见10年了。这对老夫妻感情好，先生失明后，太太一直是导引者，这是他们最期待的耶诞节礼物。虽然抱怨，但还是寸步不离。再见光明时，太太也会是他最期待看见的身影。大爱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。